Hello， 大家好啊！咁为咗更好咁拍摄我呢个入门级趣味奥数网上课程咧，咁我就换咗一部新嘅电脑啦 ，Lenovo 嘅 C740 嘅。咁咧而家会举行一个开箱仪式。咁咧，见到咧个电脑嘅箱咧，咁里边咧就会载住全新嘅 C740， 属于 Yoga 系列嘅。箱就打开先，呢啲说明书啦，咁一齐就拎开先，插埋个袋，一部银色嘅 Yoga C740就喺眼前啦，而家咧即时开一开。俾大家睇下先，其实买嗰阵咧，个店员咧已经话咗俾我知个开机就系点样都开过一次噶，咁就系喺右手边呢个位揿开机，自己会着嘅。见到靓 Lenovo 嘅字眼啦，哇，好快就速开机啊，简直系！话咁快开咗机啦，咁而家咧会做一个示范教学嘅，请问一加一会等于几多咧？咁你就即刻答我等于二，又或者我哋可以将左边嘅一字打横摆，右边嘅一字打直摆，就变咗个十字。又或者我哋可以用埋个加号嘅，我哋可以将左边嘅一字打横摆上边，加号摆中间。右边嘅一字打横摆下面，就变咗个王字了。